人民文化中三先生讲课录音选播第46回，主持谭宝珍。上一回，牟先生指出，一个国家的民族不会思考，不会使用概念，就没有生命，当该被人欺负。黑格尔有一句名言是这样的，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黑格尔历史哲学里面的主要中心概念就是精神、理性和自由。马克思的历史哲学观点是强调物质，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强调精神。历史是民族精神力量的展现，历史是自我实现的轨迹。在黑格尔的哲学里面，是以精神作为历史的主体，理性作为精神前进的动力，自由就是精神的本质。历史哲学将精神、理性和自由结合，论证人类历史正是从低文明、盲目、无知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去到高度文明的法律制度的发展过程。历史的整体发展是自由原则的具体实现。黑格尔将历史发展归纳为四个阶段，哪四个阶段呢？这四个阶段就是历史的幼年期，幼年期是建于东方；历史的青年期建于希腊；历史的成年期建于罗马；历史的老年期建于日耳曼，即是欧洲的北部和中部的日耳曼民族的精神。黑格尔为什么会这样划分呢？黑格尔这样划分是根据自由度来划分的。黑格尔这样说，东方自古至今只知一个人是自由的，希腊与罗马世界知道一些人是自由的，而日耳曼世界知道所有人皆自由。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大家同意马克思的历史发展过程，又或是同意黑格尔的历史发展过程呢？日耳曼王国的精神表征是什么呢？是对于权利的法律化，尊重财产和生命的自由原则，国家公职向全民开放，在国家宪政制度下，皇权是无足轻重的。大家点谂呢？中华民族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建立中华民国，
實行三民主義，以三民主義為國策，使到中華民族在歷史的演化進程中擺脫只知一個人是自由的君主制度。可惜由於知識分子的左傾以至共產黨得以興起，使中華民族又回復到只知一些人甚至是一個人的自由。如果依黑格爾的歷史發展，中華民族的歷史發展是倒退了。在共產制度之下，只知道一些人是自由的，甚至一個人是自由的。在八九民運，知識分子是覺醒了。知識分子的左傾還有沒有其他的原因？如果細心留意一下傳媒，知識分子之所以左傾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共產黨的說話十分動聽感人。以下請聽立法會議員黃毓民在立法會的發言。他在發言裏面宣讀一份1945年中共報章的內容摘要。大常委會的決定他都肯定了，還有什麼好講呢？你說只不過他肯定了你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之餘，就要你去承諾這樣解嘛。但是即使這些所謂釋出的善意都被左部的政論呢，即是去批判，認為佔領中環是挑戰中共主權和中共即是抗衡，即是對抗的一個所謂行徑。正當的主權的來源是源自人民的主權在民，這個是政治學上的 ABC。 這些我是說得 很多次都是陳腔濫調，不過沒人聽我說。主席你都可能有留意了，是不是？其實我可以用回新華日報，即是共產黨的喉舌，是1945年9月27日的一篇文章，民主的正軌毫無保留條件地還政於民，這篇社評作為引子，對這一些這樣的奴才或者奴才的奴才，包括喬曉陽在內，兜花聲他幾巴。 OK， 引述一段給你聽就行了。一個民主國家主權應該在人民手中，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如果一個號稱民主的國家而主權不在人民手中，這決不是正軌，只能算是變態，就不是民主國家。什麼主權在民，依據孫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是人民對政府有選舉權和罷免權，對政制法律有創制和覆決之權。只有人民真正得到了這四種權，才算具備民主國的基本條件。如果這種權不在人民手中，也就是說這個條件若不存在，就不算完成了整個國家的民主建設。還有一段，不結束黨治，不實行人民普選，如何實現民主呢？請走上民主的正軌，把人民權利交給人民。1945年重慶的新華日報，中共的喉舌。如果大家在1945年看到一份中共的報章，大家會不會支持中國共產黨呢？请继续收听牟先生讲《道德经》的第37章后半部。你讲那种问题不懂，因为讲那种他不是懂问题，他肯定懂房研究。他肯定懂房研究，他的问题是懂房研究偏见的问题。他懂房研究全因你懂过于这个，他所以都放在靠谱，放在东方 Oriental Studies。放在你劳动人民主义都在你，所以他历史也有，考古也有，文学也有，这个也有，一大堆都在里面，到现在还不用。都
现在仍不觉悟。在这个情形之下，你只是认识头脑天天这样子，你没法抵抗这个时代。你这个时代不能适应的。所以西方来一个东西啊，别在平常家常便饭中到中国来轻易不重要，要不然马克思怎么能进到中国来？所以一个文化，这个学问传统啊，不能丧失。学问传统没有了就没有生命了，没有经营生活，没有机会了。西方人他有这个传统不单，科学传统不单，科学从希腊开始就科学啊，经过中西医，经过近代大都强度进步，科学传这个传统不单，科学这个都发展于希腊，仪器参加了不单，宗教传统不单，啊罗马法那个希腊那个邦国庆世经的那个传统还不单，他有一个传统不单，到中国到清朝都没有。你要通过清朝学问，了解中国文化在哪？那结果我只在小娃儿牙里边找，在入室里边找，当然找了就完蛋了。云达。所以你就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党，那是偶然的事情，不是偶然的。中国共产党虽然不是偶然的。偶然要能修出万物讲的话，他自然就化化了是什么？就是他不闹。不闹别扭，不出事情，它自然就转化、敲化了，身体自然就转化、敲化，往那个冰块一样，冬天有冰了，春天一来那个冰自然就化掉，它就化这个意思啊，有转化、敲化，溶解的意思，就化那个冰化掉的化一样，冰溶解。还有
是不是？拿什么来定制它呢？拿个无名之徒来定制它，这个最好。用无名之徒定制。不给出花样。你想吃花样，吃最头，就是想吃精彩，吃精彩就是有名的。顺共产党的名次特别多嘛，啊，天天找名次，那吃花样找名次的本事非常大，被你禁止以无名之徒，把人都花掉了，将玉镯挂掉。你看斗争老百姓，斗争四英帮那种，四英帮斗争刘晓庆，真是那些花样都。那是出乎意料之外，这种聪明要他干什么？花样好多，越聪明系冇用嘅。死起来就是中华民族修的灾难，死那么多的人，就是过去大家都忘掉了。中华民族死咁多人过，大家都忘了，忘记。由于天天吃花样，这一个念头而出来。花儿一说，吾将尽之以无名之朴烂。就是一个菜谱了，最原始了，没有雕琢了，没雕琢，没有经过这个辅助是很难雕琢了，啊，没经过辅助是因为就是原初的混沌，就是道家所向往那个混沌呢，原初的混沌，道家所向往的是，好，向往是跳着往上混沌吃了，甚至有无名之徒，这个徒就是原始的混沌。没有硬过雕琢菜谱嘛，所以林小五说木木也很朴实，好是这个东西，朴实就没有文学，没有雕琢，没满色，那就是无名之徒，不以讲无名之徒有这种欲，没有硬成欲望啊，无欲已经没有欲望，就是没有一定的方向，没有说起一头了，起一头是精彩了，这个做就是指这个，就指那个犹豫讲了，所以他叫无名之徒，不以讲武功。啊，就是只有无欲已尽，那么天下就无欲已尽，天下就这个无欲就感觉像一句话儿一做，吾将尽之以无名之徒了，哎。尽之以无名之徒，所以才是无欲了。这个无欲，这个欲是欲望，但是不能因为这个欲是欲望，所以下面花儿一做那个欲也是欲望。那个欲是个旧词，就是想到，不是个细字，不是说欲望心思，嗯，是吧？不是在欲望升起，是所以在这个地方啊，英美的那个社会啊，它是比较进步到英美社会比较进步，这个不能够明的，你不要轻视英美的这一套，不能够轻视英美的一套，它比较进步，而英美这种你的那套头脑那个思想就足以抵抗马克思主义这种医疗老姐的灾害，好你都抵不住。英美这套可以抵抗马克思。英国你安国上去你就看什么？你共产党那套宣传他不相信，他不相信他做，那就是他顽固，就特难健全一点。哈哈哈哈哈。他能聪明，他一样就聪明。不相信马克思。中国有中华很不健全。所以他没思想，能爱就要吃饭，能来，这个一点不错。这里对朕之以无名之朴作一些补充，无名一词在道德经有四个地方可以见，无名天地之始在第一章，道行无名在第32章，道隐无名在第41章，化而欲作吾将朕之以无名之朴在第37章。这个无名是指道，道不显立名称，朕之以无名之朴意思是将
道無為這個觀念、這個想法去化解想出噱頭的慾望。當想出花樣、出噱頭的時候，我就會用道的無為去化解。以道無為簡樸的法則去化解想興起的作為，和第25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意思是相行的，一貫的。第32章更是銜接了。32章道上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神也，後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崩。崩是服的意思。國樸的注解是喜而服從，這個服從是很喜歡、很開心地去服從，不是屈從。全句大意是不能夠用一定的概念去論為 的道，雖然是樸實隱微不顯，天地萬物都不敢輕忽它。後王如果能夠守護住道，好似道咁樣去運作，萬物將各處自得嘅定位，喜悅地臣服。如果統治者有為、操縱霸持，咁人民就會不服，或者係只係被壓服。咁樣喺壓服之下，好容易就會生動亂啦。這個是很自然的道理，《道德經》很早就告訴我們聽了，《道德經》的第57章也有類似的講法。第57章，以政治國，以其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以無事取天下就是不去操縱霸持。第57章也說，法令之章，盜賊多有。如果用法令去治民，就會有很多盜賊。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政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根據道德經的講法，君主不去操縱霸持，人民多些自由，這個國家就會興旺。和黑格爾主張歷史的整體發展是自由原則的具體展現，這種說法是相和應。同黑格爾和《道德經》相比較，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確是走偏了，大家認為是不是？是的，就是財政預算案了。林司長曾俊華就預測今年的經濟增長是有 1-2% 至到，他說如果沒有那些紓困措施，隨時會差到可能是負增長。幾位對嚟緊今年的經濟的展望怎樣呢？即經濟衰或者個增長放緩，這個當然不是成為本地的因素，這個牽涉到全球格局的那個問題。如果有一個有責任的政府，當然就要在個經濟放緩的時候做多些事情來到去谷起個經濟，包括即促進這個內銷之如此類。其實為什麼我們現在看到那麼多青年人上街，或者個行為越來越精進呢？這個有本地的因素，但也有全球的因素，因為那些經濟的財富已經被一小撮人壟斷了。如果不透過稅制改革
將呢啲咁嘅財富，有錢人嘅財富攞翻去俾我哋民生事業嗰度運用，從而去用一個就業為本嘅方法嚟促進經濟嘅話咧，咁其實咧唔單止經濟會衰退啊，即係個社會嘅亂子亦都會更加大。或者我都講少少啦，我哋就睇即係你話，因為香港即係長期都一個即係外放型嘅小型經濟，咁一定係即係外部一個全球化嗰個因素影響香港。咁但係我諗我哋要回翻一個問題，就係話而家我哋香港裏邊其實即係除咗譬如話啊點樣配合翻即係中國嗰個經濟發展之外，其實有一啲我哋睇翻香港嘅本土經濟。政府應該要去諗嘅，呢個包括譬如話一啲嘅小商販嘅經濟啦，一啲本土一啲嘅社區嘅經濟啦，嚇呢一類，或者因為我哋人口老化，其實帶嚟好多勞動密集嘅一啲嘅照顧嘅勞動機會，咁呢啲其實都可以幫手去 boom up， 即係刺激翻嘅。咁同埋另外一樣咧，就是、我諗有一個概念好想同大家分享，就係話。其實很多的社會投資，我們講緊全民退休保障又好，安老又好，房屋、醫療等等呢啲，其實呢些是我們的社會投資嚟嘅，因為呢啲嘅資源落咗去俾翻市民咧，其實市民是會用翻喺我哋本土，喺翻我哋嘅香港社會裏邊，咁呢個其實都有一個提振經濟嘅作用咯，就唔係完全係一種社會負擔。咁啊喺財爺喺個預算案嘅結語咧就。除了提到憑著愛的歌詞之外，亦都有即係講到佢之前去睇了一場香港對卡塔爾的比賽啦，足球方面的比賽。咁我知道李俊榮咧都對即係足球都有啲研究啊，不如喺最後呢段時間講講即係你覺得財爺呢個總結點樣樣咧，夠唔夠本土特色咁？其實即係階級嘅矛盾咧，就唔會隨住佢主觀意願嘅就會而消失嘅。有啲人咧想消滅矛盾咧，就係要人收聲。咁財爺咧個方法咧就係隱藏矛盾啊，等大家咧唔同階級嘅人覺得自己人，但係其實咧佢係有條件做好多嘢咧嚟到縮窄嗰個矛盾，嚟到減少嗰個分化。咁但係佢淨係用睇波嘅方法去做，呢個係冇意思嘅。因為真正和諧嘅社會係需要民主同人權嘅實踐。民主人權唔單止係講緊政治上面、自由上面，而且都係講緊最基本嘅生活保障，同埋我哋公共理財入面點樣去民主化起嚟。咁同埋最後都會回應翻啦，頭先台下有人就講咧嗰個要靠嗰個税制嚟去競爭。其實香港有咁富裕嘅社會，如果我哋仍然淨係靠低税低福利去同人競爭咧，其實只不過同人夠鬥錢。好啊，競爭係原先為咗民生噶嘛。香港嘅失業人數不斷增加，估計有十幾萬。喺咁嘅情況之下，財政司長只係話關注，點解唔攞啲盈餘派錢咧？點解要退稅咧？然之後就話香港政府冇錢，連退休保障都冇。全民退保會搞到庫房壓力好大噶。設立呢個全民退休保障咧，政府只需要首先俾500亿呢個提動基金，咁跟住啦，每五年只需要俾550亿咧，經已可以維持到呢個成個運作啦。對而家香港政府嚟講，每年佢有好多嘅財政盈餘，幾百億財政盈餘，同埋加埋佢有6000亿嘅財政儲備，香港政府絕對有能力係做到的。如果依照過去的財政預算案的公布，在97年至今退稅減稅3-4千億，全民退保幾百億都不肯出，我們怎會是相信這個政府是真的為民的政府呢？我等了30年，我們終於等到全民退保的資訊了。政府退保諮詢文件昨日出爐，當中有一欄將港大周永新的不論貧富和政府的有經濟需要方案做比較。周永新提出的是所有年滿65歲長者每個月都領到3230元，無經濟審查。輪到有經濟需要方案，全民退保馬上華麗轉身變成扶貧措施，是都是同樣領到3230元了，不過你的資產要少過80000元，夫婦就要少過125000才有得申請。這個資產限制買骨灰庵都未夠啦，還不是進化版綜援。不論貧富的無疑方案將會令我剛才說的結構性的財赤提早6年出現，但有經濟需要的無疑方案都會令結構性的財赤早些出現，不過是1年。但去到2064年只有600000人拿到，比周永新方案少了80%，為什麼解釋呢？如果要去籌措這個資金來應付這個新增的開支，我們可以用一些一致的指標，例如是加稅。看看指標有幾一致先。如果用周永新方案，利得税要加4.2%，
上政府模擬方案咧，好抵嘅咋，加0.4%咋。嗱，唔准咁噶下運加税空人。純粹以現在所提出嚟嘅兩方案咧，我哋覺得一個好大嘅政府嘅錯誤咧，就係一個係一個扶貧嘅措施，扶貧同埋呢一個嘅發展一個完善或者完整嘅社會制度係兩回事情嚟嘅。所以我覺得以前嘅諮詢文件根本係將個焦點咧係擺錯咗，即係希望市民從兩者之中做一個選擇，我覺得係唔適當的。宋老包政府唯一關心的只是錢，將全民老年金和加税掛鈎，說到有咁衰得咁衰，令市民對方案反感。商國柱都說這個是翻版綜援，加劇標籤效應，諮詢文件亦都引導市民去反對全民方案，令人好失望啊。現在香港市民十幾萬失業，為什麼我們又不可以有失業救濟金，又沒有退休保障金呢？這些失業的人士就是要靠家人的支持，為什麼一定要退稅呢？退稅只是有錢人得益，因此個人是不同意通過這個財政預算案的，因為很多大白象工程都是因為這個財政預算案得以通過而通過，而這個財政預算案是不公義的預算案，大家認為是不是呢？下星期五繼續講《道德經》，請下星期五繼續收聽啦。